正《明星大侦探》第三季第一次被采。Hello， 明星大侦探的朋友们，我又回来了，大侦探，我们来了。你知道两个新玩家是谁吗？不熟悉。我觉得新玩家多少还是会有点害怕吧。希望你们都能活过前两集。谁是新玩家？别给我演。大侦探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吴磊，我来替馆了。这话可不敢乱说。哦，你有 freestyle 吗？耶耶，太假了，不要太无聊，还得慢慢找找感觉。需要有勇有谋才能胜利吗？有什么招尽管出吧，来吧。这个节目不是那么好呛的。萨老师担任侦探，我都能接受挑战，我心里就凉了一半。玩死你！跟着白哥走，幸福在招手。身高的话，他更高一点；智商的话，就不一定了。天才一个就够了。对于我来说，威胁最大的就是何老师。想要在我手里抢走金条王的位置，啊！你最好不要是凶手，我会一眼把你看穿啊！不要轻易的怀疑我，因为我深不可测。走着瞧吧，走着瞧吧。你觉得我可以吗？再怎么玩也逃不出侦探的掌心。白老师，你期待大侦探的第三季吗？当然万众期待，老期待了。所以这个节目在我心中意义非凡。觉得第三季会玩出什么新花招？我永远不知道你们会怎么玩。我要对节目组放狠话，我要吃穷你们。会是一个合格的侦探吗？我一定会是一个合格的侦探，打破前两季给我的一些标签。希望合格吧。我觉得我很 OK。我是最合适的。我都两季的金条王了，还问我这个问题，该不会又有什么测试？你要干嘛？干嘛啦？你要干嘛？啊？谁呀？本节目由年轻人的青睐，名侦探的最爱 ，OPPO 21拍照手机独家冠名播出。抖音越玩越嗨，办案脑洞大开。感谢酷到没朋友的音乐短视频抖音 APP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有没有人？哎，人呢？没人了。欢迎来到《明星大侦探》第三季的剧情密室，每个密室都考验了 memory、knowledge、execution、imagination、observation、cooperation， 侦探所要具备的六种品格。你们已被分为两两一组，请找到你的搭档，并和他在15分钟内逃离密室。记住，出口只有一个，你们必须同时离开，否则会被永远留在密室中。现在，倒计时开始。谁呀？谁呀？谁？你是谁？哎呦喂！因为你是一只鸡，我是你爸爸。哎，若云哥，弟弟，哇！
哇，你被绑住了吗？我们肯定第一步是先要解开自己。哎，我们时间有限，我们找线索吧。看看啊，这个，这上面有个密码锁，四位密码。你那是密码锁吗？你是什么密码锁？数字还是密码？数字。我的密码是五位。是不是我这边是你的密码，你那边是我的密码？哎，这上面有字。 IMPA=IO，派=3.14159926，3.1415，1公里等于2里等于1000米。你那边有关于英文字母的线索吗？你是英文字母啊？哎，四位字母是吧 ？OPPO， 肯定不会是 OPPO 了，我这只有 OPPO， 真的吗？啊，哥，我早就想这么说了，但是咱们毕竟。 是一个严谨的节目组，是不是？咱们都说出来就出来是吧？回去。哎，进不去了，哥，你还进得去吗？我进得去，谁胖谁尴尬。哦，哎，我这边有一个牌子，说阳光总在风雨后，一个太阳，一个粽子，下雨。 大王叫我来巡山，哦，有一个麦克风。哦，他要喊。风雨总在阳光，风啊，阳光总在风雨后。大王叫我来巡山，阳光总在风雨后。大王叫我来巡山，阳光总在风雨后。不对，我觉得不对啊，不是这样子的吧？是这个板吗？没有头绪啊，就第一关都过不去，因为。 哥，你是凶手吗？哼，哼，你说杀你吗？话筒可以用来说话。 啊，打网脚我来巡山呢。正在风雨后，阳光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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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风雨后。你的时间还有5分钟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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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后有一个双喜临门那个喜字。龙马。我知哥，我这边知道了。什么？这个龙字是白色的啊，有个白龙，第二白龙马，水是朝西，朝西啊，这个喜字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哎，我太棒了，哥，我怎么做现在？我一。我是几万里，万里一走就是几万里，几万里，几万里。几万里，然后呢？几万里，然后呢？一走就是几万里。先帮我猜猜我这个歌是什么？我这有一个快递盒子打开了，然后里边有一个包，有一个舌头在舔手提包，是什么歌？好恶心。你拍个照片给我，手机丢过来。这个白龙马贴朝西太过分了，谁能想得到呀？走，快递个包，我去年买了个包。爱情不是你想买，想买就能买。它上面是几个歌？七个字的歌，一个舌头在舔一个包。海风有个包青天，
哇，真的是吗？哇，是吗？是啊。然后呢？开封有个包青田。哎呀，青田，这节目组。然后呢？粉色。田字格上有颜色是吗？我田字格上是空白的。你的锁是不是有颜色的？我的锁是有颜色的。你几位啊？我四位。你告诉我你那个锁的颜色，我告诉你这是第几位。粉色是哪个字？哎，粉色是 K 啊。桃红色是什么？那是 Y。 黄色是什么？ B。 我觉得我对了，我觉得我对了。蓝色。你的时间还有 T。 OK。 哎，开了开了哈，开了开了。那我怎么办呢？几万里，我这边有换算单位。修机走多少里啊？谁知道走多少里啊？啊，十万八千里。啊，不是，那是筋斗云，那是。一走，那太难了这个游戏。我们怎么打电话求助吧，哥？要不打电话给太等于姐。你我说不是我姐，我知道。你别闹。我本来想，但他现在在飞机上呢。啊。要不我打电话问我打电话问。喂，姐，啊，我现在在录节目呢，遇到困难了。《西游记》师徒四人取经走了多少里啊？你知道吗？十万八千里吗？不是，十万八千里是孙悟空。是筋斗云。百度查一下吧。你的时间只剩最后一分钟。只剩一分钟了，师徒四人走了多少里取经？你查一下。哎，是那个十万八千里。对啊，一公里等于两里啊。对啊，十万八千里，对，五一半就是五万四千。对，我居然是我认识的最聪明的人，我真是悲哀。开了，所以对了，我们可以出去了。耶，开不了啊？我们是不是要同时出去，哥？我们就直接一起按就好了。啊，一二三，哎妈！哎，怎么开了吗？我出不去。不是哥，你这样应该是两边同时按住，这门就开了。所以你找个东西把那东西压着。好，我压住了。十、幺零零九、幺零零七、幺开了，哇！哎，太厉害了！三，太不容易了！一字包青天。我有一种预感。怎么呢？就我这一季的屈辱史从今天就开始。我觉得我比你蠢，根本就不需要再探案，我已经很屈辱了。怎么到我们第三季的时候连进个门都这么难了？他这个太难。我们这一季又不一样了，离开了我们战斗了两季的那个录影。鬼哥。坐，你们俩在密室遇到的最大的难题是什么？我们在密室吃火锅，果然是按照每个人的爱好来。我猜到了有鬼鬼，因为我的墙上有你跟那个罗志祥的照片。所以我刚刚双胞胎。其实看久了以后，发现罗志祥真的比你好看多了。笑的啦，你最美啦！哎呦。哎，小白回来了，鬼鬼回来，大家就非常开心。那那边两个呢？咦，非常荣幸，今天我们有六位名侦探，是的，聚集到我们的名侦探俱乐部。当然，我们除了大家很熟悉的四位啊，萨老师、我、鬼鬼和小白之外，我们首先也欢迎我们的张若昀回归，好不好？哎呀，经过了一季的想念，第一季来过，对，也要特别特别的欢迎我们的吴磊，成为我们名侦探俱乐部的新的一员，新朋友。
新的一位，给你介绍一下狗头侦探。我这么大的名气用介绍吗？狗头侦探这个江湖名号呢，后来慢慢就消隐在历史中了。历史又赋予了我新的任务，叫明灯。只要每次我选的那个人，你别跟着我选就对了。来，小白帮我们念一下 KD 板上的字，你都把眼镜戴上。来，欢迎开启《明星大侦探》第三季的精彩剧情。2017年，在 M 市最神秘诡异的玫瑰酒店，灯光已经亮起，晚餐已经备好。一声轰然巨响，这是什么？令，眼神真不太好，大哥。令餐厅众人惊坐而起，酒店房客离奇命丧大堂，嫌疑人锁定为那是谁？随时上扣的经理，暗黑斯曼南漫画，赛场小飞人疾跑，宇宙最强王者大神。大神正义实习医生兽医，那你是看动物的吗？精分脑洞少女可云，谁才是酒店惊魂夜的夺命杀手呢？怎么到最后个名字突然有琼瑶的味道？可云，琼瑶老师的味道。据我所知，我们这一次是要到现场之后，现场会真实的发生，不是说我们去到那儿的时候命案已经发生了。也就是我们每个人会真实的去看到命案发生那一刻，就是我们现场得走一个呗。对呀、啊，就演剧一样的走一个，每集都得走一个，录到最后就没人了，家属。啊，龟龟，你看那后面。哇，全是空气！哎，我的演技下降那么大，好差，好尴尬，撒老师，好尴尬，对，冷场了。这就中间停了这么几个月，我演技下降这么快，超差的。不是，所以他们刚真的有东西吗？他刚才想吓你，我刚才本来想吓你。哦，这一季很厉害哎，都有那个服装。